好嘅，大家好 Peter， 咁就跟一輯節目咧，同大家去到嗰個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嘅叫做死啦，跟美食早餐啫，健康花城破魚。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唔好意思，早餐未食，冲过嚟啊！有少少血糖偏低啊！嗱，而家咧就去将个镜头放到呢边先。嗱呢块就成个楼盘啊，嗰个大概嘅区位图啊。啲咩一二三四期，嗱而家第四期，嗱呢度第五期，呢块地区嘅未开发嘅，咁同埋就亦都可能即系唔系百分之一百，唔好讲到咁细啊啲说话。呢个盘咧就系、是。火炬開發區最大的樓盤，嗱我説話唔講曬啊，反正我都過成咁樣啊。嗱，同埋就而家即係做緊第四期，嗱貨源充足，有得挑樓層，有得挑棟數，係咪？貨源充足，咁你話賣唔賣咧？賣唔賣得到咧？同大家講翻咧，呢個盤咧就係銷冠嚟嘅，亦都熱銷嘅，火炬開發區前二名嘅銷售量嘅。你好唔好賣我就唔知道，但第二問題嚟講咧，你話關於火炬開發區咧，就去到嗰個中山市嘅成交前五名咧，就呢達到前五名咧，就呢個盤咧就可能就佔得一部分嘅功勞，就呢個樓盤就火炬開發區。
啊，呢個就係嗱，同埋講翻第四期咧，就呢度有一個商有一個商業嘅樓盤，咪商業嘅商業大樓攞嚟做公司啊。嗱，同埋就嗱講翻個交通先。你講，唉，佢呢班衰仔唔開燈。嗱，講翻交通啊，你拉近鏡啊，拉尖定啊。嗱，深圳過嚟啊嘛，寶安機場啊嘛，今日出咗消息啦，六十六蚊過橋費啊嘛，係咪先？嗱，呢度馬鞍島啦嘛，啱啱啊？呢度深圳啊嘛，係咪啊？深圳啊嘛，香港係咪先？深圳羅湖寶安係咪啊？南山喺呢度，福田呢度南山啊嘛，南山區福田啊嘛，係咪先？呢度六十六蚊，揸車24公里去到呢度，第一站馬鞍島，第二站火腿堡區，明唔明白？明唔明白？線先咪拉近啊，拉尖啲定喎。嗱，寶安機場啊嘛，呢個圖係真實嘅，呢個圖真實嘅，物真係冇水人嘅。去咗馬鞍島之後，再到火炬，即後面係東區嘅，裏面再到東區，就咁樣咯。呢度市區嚟嘅喎。是不是所以来讲就是这个盘现在买的特价单位11500。然后看回这图先。2023年火炬开发区销三冠王。销售套数第一，销售面积第一，销售总金额第一。即是你人家夠胆拎出来，即是人家没认的讲单数据。我呢做嘢呢，即係因為我都中年人啊，就同大家吹水啊，我唔中意吹水啊，啲朋友覺得我實在，我又唔中意踩低人抬高自己，又我就拍啲片或者啲封面，我就唔中意搞標題黨，實實在在講個説話，係咪先？同埋嗱，好簡單啦，我呢件衫穿我著咗4年啦，係咪？破破掃掃，實實在在，係咪先？嗱，呢啲樓盤就一樣，係咪先？嗱，係咪啊？同埋就呢個發展商咧叫豪源投資嘅。個宇雲同埋個實業實佳散銀公司嘅，佢同埋就呢個樓盤咧，就喺呢個片區嚟講咧，即係因為點解個銷量高咧？因為價錢唔貴，11500。同大家講翻啊，你買坦洲啊嗰個錦繡國際花城咧，就嗱我好多朋友跟我買咗嗰個盤，但問題咧就都以事論事啊，可以攞嗰個盤嚟比較。佢嗰個盤咧就有一個湖景，但係就近山鄉，有少少山卡啦。但係呢度咧就老實講，我呢度市區中心市區，你退休養老啲配套齊曬啦。又關於個醫院咧，就呢度有一個叫做之前嘅張家邊醫院，而家變咗火炬醫院。呢度咧，我本地人講翻清楚啊，我中山本地人，呢度火炬開發區之前嘅名叫張家邊鎮，係咪啊？好多啲外地人唔知嘅，我黃埔人嘅。好多我哋唔知知鬼咩，我同學有兩個呢度大學同學啦，我家知呢度啦。之前呢度就係比較窮啲嘅，但問題呢十零年咧就政府不斷喺度投資，將啲企業拉過嚟，呢度 OK 嘅。咁同埋就同大家講樣嘢係真實嘅。你話中山同珠海比較咧，就大家冇得比嘅，係咪？固定嘅就冇必要比較。你話將來咧就冇得比嘅。你香港人你買唔買珠海啊？你橫琴40000起步，你買唔買橫琴啊？嗱，講大家最有潛力啊！橫琴咧就而家就係話定位為咩金融中心？我冇學歷，我去嗰度翻工啊，我都冇出租，我租得到。我唔知點租出租，我租3000-4000啊！啲人唔去嗰度翻工啦。嗰度本嚟就係想做高端，但係諗住緊就係想吸引啲香港人過嗰邊買樓嘅，唔係針對啲澳門人嘅。澳門人就唔買橫琴嘅，大部分都唔買嘅，至多買坦洲慳錢啊嘛。你橫琴40000蚊，40000多蚊以上。我做個比喻啊，你香港人都覺得貴，所以嚟講，你首先嚟講打蛇打七寸，你個橫琴都唔得。你其他區嗰啲咩老鄉州嗰啲咧，就老實講句啊，係啲十零二十年前啊，嗰輩前輩啲觀念就可能覺得嗰啲好。但實實在在就買中山就抵過你嗰度嘅，同埋個發展潛力都一句話，你送我啊！我住喺斗門，我都唔埋珠海啲樓，點解咧？你哋好少香港人買，係啲咩金灣啊、斗門嗰啲，全部東北佬買嘅，或者珠海本地人買嘅。就咁樣，湖新路買湖新路嗰啲係咩人嚟㗎？就係啲老斗門嗰啲人買湖新路，攤嗰度啲樓新，學位房唔塞車。但實實在在買珠海啲人嗰啲人咧，都係啲東北佬到嘅，全國各地啲人中意過嚟買珠海、買沿海城市就咁樣。但實實在在針對香港人講，你香港人都唔中意買橫琴，
你哋而家嚇2024年啊，包括2023年，啲人啲思維變咗噶啦。邊啲抵買，買邊度，邊度潛力大？我同你講，珠海同中山冇得比嘅。我講嘅好負責任啊！你珠海，你珠海有啊嗰個深圳綁住緊你咩？你等下嗰個咩啊？新珠大橋啊！嗱，陳龍剛講新珠大橋幾時搞掂啊？你同我講，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知不知道？新珠大橋多久搞好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誰知道？你跟我說，嗱，我天天看，我都不知道。有人出個節目比我還知道的話，你跟我說多久搞掂？我唔知道，係咪啊？但問題我同大家講翻，深圳大橋6月份通車啊，一個真正鐵打嘅事實咧，係咪啊？同埋就我講個實在問題，你嗰啲你而家嗰個珠海個價值喺邊度先？你啲樓賣咁貴，我唔知咯，係咪先？所以同大家講翻清楚，我哋中山就潛力大，洼地同埋就大家了解清清楚楚，我同大家講就講數據。係咪啊？之前中山就好勁嘅，中山細小龍嚟嘅。但係嗰個中山細小龍點解就而家拆咗落去啲？就因為搞咗嗰個叫做咩虎門大橋。虎門大橋出咗之後，中山啲經濟拆咗落去。點解啊？深圳啊嘛，啲人去深圳經過嗰度啊嘛，咁咪拆咗落去咯。係咪啊？個中山想好啊，中山塊地太細啊，中山塊地好細咋。唔一定比珠海塊地大啊！成個中山啊，所以大家知道啦。所以嚟講就中山就即係相對啲經濟差。佢嚟話啲企業有咩出名？我想問大家啦，珠海有邊啲嘢出名啊？除咗格力，有咩出名？珠海，你唔同我講啊？有咩企業出名啊？珠海，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住喺珠海唔知道。珠海有什麼出名啊？嚇、啊、嚇、啊，有咩出名啊？嚇、啊，我都不知道。你知唔知啊？評論區朋友知唔知啊？我唔知道，啲企業一間隔離咯，其他我唔知道，即係我自己孤陋寡聞啊，係咪啊？你哋評論區啲朋友知唔知道？我可能俾人好多叻過我，但我真係唔知道，雖然先不知道中山咩出名，家電出名咯，係咪啊？好多出名嘅嘢，大家知啊，中山好多出名嘅嘢，所以嚟講就個情懷偏向啲，都係老實講嘅，將來啲趨向都係中山嘅，就唔係珠海嘅。我呢度好負責任。你話珠海同中山有冇得比？珠海同中山個發展趨向冇得比嘅，珠海唔夠中山發展得快。將來你送我啊，我 Peter 唔會呃你嘅。如果珠海好啊，啲樓好賣，或者珠海多香港人買啊，我拍到啲珠海片啊，呢啲大家耳熟能詳啊嘛。點解我唔拍珠海咧？啱啊！所以大家講真心話，嗱呢、這個火炬開發區東區同埋嗰個馬鞍島係中山呢三傑呢就最值得投資嘅，因為就嗰個深圳大橋，其他嗰啲即係第二檔嘅啦，已經第二檔嘅啦。西區都 OK， 西區就有一個醫療配套，係咪？個但問題真真正正喺我嘅心裏邊，真心話，你問我，如果而家講投資嘅未來升值潛力嘅，肯定呢三個片區嘅，冇錯啦嘛，先生，冇錯吧？係咪？坦洲呢？就使用功能大啲，因為你近珠海，近個三無污染店，係咪啊？近口岸，係咪先？使用功能大啲，但投資就呢三個。咁但係如果你係相對嚟講，你係年輕啲，你識揸車，你身體好嗰啲，你一定要買啲有活力同埋嗰個利好消息大啲嘅板塊，冇錯啦嘛，係咪啊？就咁樣啦，講曬啦，呢、這個就係火炬開發區啦。係咪健康花城嗱，三個第一啊，認清咗未 ？OK， 我哋一陣間楊班忙咗傾啦。嗯，大家 Peter 和秋龍啊，咧而家到咗嗰、那個咧健康花城啊，破月啊，嗱呢、這個89嗱，一講花城咧，哎屌，今日早起身有啲睇唔穩啫，突然間血糖降低。嗱，一講花城呢，我就諗起坦洲一個盤嘅，就係、是、坦洲個錦繡國際花城。嗱，呢個盤咧亦都叫花城，只個叫得花城咧，證明好大。嗱，呢個盤咧就應該就係可能啊，我即係因為我認知都唔敢講使嘢，可能係成個火炬開發區一個最大嘅一個樓盤嚟嘅。咁就總共而家就有四期啊嘛，係嘛？有五期可能五期，嗱而家賣緊第四期，有一期咧有塊地咧就未開花，而家賣緊第四期。啊，喺啊嗰個睇緊，如果有睇啦，或者了解個火炬啲朋友呢度，都基本上一入火炬就知道一個樓盤嘅健康花城嘅，就因為真係太大，係咪啊？講得花城都肯定巨型啦，同埋就同大家講翻呢個樓盤咧。
就個價錢啲嘢多個人啱得咁巧啊！同阿嗰個阿嗰、啊那個坦洲啊嗰、那個錦繡國際花城差單價差唔多喎、啊，呢、這個樓盤咧就賣緊個單價係幾多啊？試緊先，15,500係咪？係咪啊？單價15,500。嗱呢個盤咧就比坦洲嗰個錦繡國際花城啊有咩好咧？因為就現樓，現樓呢個盤啊現樓啊，同埋就呢個盤咧大盤當中現樓當中咧佢就係、是配套碼頭啦。嗱揸電動車去啊個中山港碼頭咧就五分鐘嘅電動車車程啊，即係啲電動車啲摩托仔咧五分鐘，佢同埋就呢度咧就有地鐵嘅喎，廣州珠江新城嘅18號線去到呢度叫做中山嘅火炬站，就反正就係政府講啊，兩年左右就搞定一個地鐵嘅，就可以喺門口就有地鐵站嘅。就咁樣，但係坦洲嗰個樓盤就冇嗱，我哋喺個洋班房拍攝嘅，因為洋班房就喺個二樓，咁所以嚟講就有時啲外景啊睇唔到啊，反正飛機係睇清楚嘅，一陣間外邊拍。嗱，同埋就講翻呢個樓盤咧，就個交通咧就可以喺香港坐船過嚟啦，就反正就喺呢個樓盤去到個碼頭咧就30幾公里啫，係咪？第二個問題嚟講，就呢度咧就遲啲就有一個地鐵站嘅，就廣州。中山嘅地鐵呢度火炬站，仲有咧就有啲交通，有咩交通咧？就係呢度有車去到深圳嘅羅湖嘅，喺香港直達就冇，但喺羅湖坐車過嚟火炬咧就有嗰個城巴嘅，到香港就冇。咁如果你話喺香港坐到翻嚟嘅咧，就唯一嘅就要坐到東區啦，東區再轉的士過嚟呢度啦，咁估計就10公里左右啫。個10公里都唔收得你幾多錢，係咪啊？喺東區打翻的士過嚟呢邊，就反正交通大家講翻啦。同埋就而家咧嗰個港珠澳大橋通咗咧，喺呢個樓盤成交啲客户咧就大部分好多都係有車喺呢度嘅，即係因為而家呢度就中山市區嘅樓係咪？市區樓當中咧就個成交量都去到成個片區成交量咧就港人佔嘅比例比較大，同埋就佔咗50%以上嘅香港人買嘅。佢同埋啲朋友點解中意買市區咧？就肯定對中山啊啲美食啊，同埋就對啊嗰、那個。啊、個片區的成熟度就要即係要咩咧？就即買即享受，係咪啊？嗱，呢度成熟咗嘅，咁你話馬鞍島咧就可能即係實話實説都要3年到。咁但係你話佢係咪而家就你自己買唔買馬鞍島，或者覺得睇下個通咗橋嘅潛力幾大咧？就自己你諗翻清楚啦。同埋就今日早上咧，我喺政府啊啲網站嗰度睇到個新消息咧，就馬鞍島啊嗰部橋嘅收費公布咗啦，就66蚊人民幣喎。咁就直接過到嗰度，計埋啲油費咧，就可能就80蚊左右，係嘛？計埋啲油費、高速費，啊，總共80蚊，計埋油費啊嘛，22公里嘅24公里嘅橋長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中山即係舊嗰個交通方式咧，即係特別喺珠海嗰啲人去深圳非常慘嘅喎，跨個大灣去到嗰度2.5個鐘頭，你話喺呢度過去咧，過到個深圳嗰個南山嗰度咧都要2個鐘。咁但係問題遲啲走啊嗰個深圳大橋咧。深圳大橋就可能就個距離就非常之近嘅，呢度過去1.5個鐘去到深圳南山嘅啦。就反正就呢度就即係反正路通財通啦，同埋就大家知道啦。你第一進要去深圳消費啊嘛，我哋中山人都想去深圳啊嘛。深圳有啲嘢呢度中山冇嘅，即係你話啲咩有啲咩航天展啊，有啲咩公園嘅話，或者啲咩電腦食有咩啊個咩個咩菜價嗰度咩嗰個。佢個好多地方，深圳有，我哋中山冇嘅。咁所以我哋中山啲人咧，好中意去深圳去消費啊、旅遊下、見識下咁樣啊。同埋就深圳咧，就一個保安機場嘅。咁我哋搭飛機咧，就唔需要就去到嗰邊度，去到邊度搭？去到嗰個白雲搭飛機啦，係咪啊？咁同埋就有時搭飛機咧，就即係我上咪講個笑話，一個客户咧，唔係一個唔係客户咧，即係講普通話一個銷售人員咧。啊個客户咧就好搞笑，同我個銷售人同佢成交咗一間樓啊，講笑話嚟嘅，佢話佢講普通話嘅外地人嚟嘅，咁就話喺馬鞍島嘅，佢話先生，我到時候咧過來我們馬鞍島看房咧，看完房之後咧，你可以直接打個車打到那個就是深圳的百萬資產。就即係打飛機去哪裡闖過嗰啲都是打飛機，打飛機。
佢打的後面嗰啲飛機，佢學啲廣東人講嘢，因為佢打飛機去全國各地，咩笑死我！即係啲唔即係啲啊啲語言文化，大家各有各不同咯，係咪先？即係一個笑話啦。OK， 一陣嘅下一個湖人再傾。嗯。OK， 嗱，而家去到嗰個110平嘅。同埋就同大家講翻啲呢個樓盤咧，就而家都即係性價比都喺呢個片區就比較高嘅。嗱，呢個四房嚟嘅，係四房，四房110平呢個房咧就應該有啲一陣送位啦。房大，嗱個房比較大嘅。嗱，同埋就呢度咧，嗱呢種廳咧，嗱我同大家講翻呢種廳咧就實實在在講啊。佢應該都係抄襲人哋嘅嗰個招商啊，嗰個設計嘅，係嘛嗱？招商呢種咧，去到嗰個招商中灣府，同埋就呢度有一個招商嘅咩啊？招商咩啊？嗰個一個招商什麼啊？唉，雲頂府啦，都係咁樣設計嘅，都係抄襲嘅。呢種叫咩廳啊？攝影師啊？慘添啊！嗱，就咁樣，冇走廊啊，實用性高啊，嗱嗱，好實用啊！嗱嗱，11,000幾，阿攝影師，嗱我哋同大家講翻，我哋講啲價錢咧，就以啊嗰個最低價嘅標準同大家講嘅，呢個樓盤咧。啊，個真正嘅均價咧，去到中樓層咧就12,500左右，即係大家實話實説啦，係咪啊？佢而家我哋寫翻上嘅嗰個呢度啊個價錢咧，就按翻嗰個就係嗰個最低價寫嘅，個成交嘅均價12,500左右，同大家講翻清楚先嚇。反正就係以事論事啊，又同亦都同大家講翻呢個樓盤就冇咩團購費嘅。係咪啊？佢自己就唔需要啊外收其他費嘅，反正樓價幾多幾多，同埋就俾20%首付，係咪啊？如果你買啱啱嗰個80幾平，89，佢哋乘翻11,500，你當個12,000啦，你當個12,000乘翻上去，嗰之後再俾翻20%，係咪啊？咁就係買呢間樓啊嗰個付款方式啦，佢同埋就係呢度帶裝修嘅冇團購費，你過嚟買樓咧，你帶20,000人民幣過嚟咯。如果你話睇完我啲片或者係即係支持我啊咁行啊，你同人哋買一樣啊，係咪？咁你就攞20,000定金過嚟睇樓，就一剔過就唔使搞嚟搞路啦嚇。OK， 嗱，唉，反正成日同一啲客户食一啲咩煎炒熱毒啊咁樣啊。寫明食烤魚啊，咁樣食到啊！寫明食牛腩煲啊，寫明食烤魚啊，寫明食咩燜雞啊，咁樣餐餐冇翻屋企食飯，食到啊喉嚨痛，啊支氣管炎。啊個攝影師個衰仔又成日食煙喺部車，咁樣又聞嗰啲二手煙，整到啊我啲支氣管就自己加上捱夜係嘛？嗱呢種幾好嘅新式設計嘅，嗱同大家講講完嘢普及知識啊你。嗱，而家咧，即係大家信我啊，呢個真實嘅嚇。而家買樓咧，如果啲樓你聽我講呢個真實嘅，冇呢種坐嗰種咧，就啲設計就舊款嘅，明唔明白意思？新款嘅啲樓嘅設計咧，全部都有呢度俾你坐嘅。即係你話佢偷又好，搶又好，反正個設計就呢度孭呢攞嚟。即係嗱，以我啲見識啊，即係代表我啲形解啊，可以簡單坐低沖涼嘅，拉個門咁樣。即係新款設計先有，嗰啲舊款設計啲設計師唔到料嗰啲，有啲係咁樣衝啊嘛，係咪？係咪？你咪話呢啲唔顯眼冇用啊！佢好似做個比喻咧，咪走住老細，即係你話咪話啲呢啲冇用啊！即係難聽講句，點解你屙屎啊要用馬桶咧？係咪先？即係一個正常一個問題。嗱，我媽咧係咪先5年嘅接近70啦？咁佢冇馬桶，你叫佢屙，即係叫佢踎啊，係咪先？即係我唔知幾廿歲啲腳骨得唔得噶嘛？啱啱啊？你叫我唔中意啦，係咪先？上批又食好先，係咪又痛風？我真係痛風嘅，何鬼都痛風嘅，啲手指冧一腫脹，係咪先？個痛風啊！你叫我有時係咪咬牛嘢？係咪啊？又飲得兩杯咖啡，佢有時便秘啊嘛，要坐噶嘛？啱啱先？又冇馬桶又唔得。沖涼冇呢啲咧，得幾廿歲或者你行動唔方便又唔得，所以呢啲設計咧真係好為得人啊！
新款設計傳播緊樣嘅，即係冇話啲説話又冇講得曬，依家就各有各中意，係咪先？可能都我講嘅説話都錯，係咪啊？個班人就睇自己中意啦，自己但係覺得就嗰種設計就比較好少少嗱，同埋就呢個户型咧，嗱其實個廳咧一去到110平咧，就同埋嗰個設計就唔比啊嗰個馬鞍島嘅嗰個招商中灣府差一錯，成啲錯。嗱，賣花賺翻去啊！反正就冇其他意思啊！即係有啲好多朋友同我買咗馬鞍島咁，但係咧就嗱呢度咧有呢度嘅優點，即係如果買呢度咧就係、是、可以就等於就即係買即係享受，因為現樓啦嘛，係咪啊？裝修整好曬噶啦，咁就裝修整好曬就買現樓，同埋就呢度咧就火炬開發區又有地鐵，係咪啊？同埋就有一個碼頭。暫時個中山港碼頭未撤走嘅，咁就可以搭船翻香港，去到尖沙咀，或者搭船去深圳，搭船去澳門一得。個關於收費幾多嘅，咁我都唔係去到咁細去了解嘅，反正就上網有一查噶嘛。咁同埋就同大家講翻咧，如果大家就即係我都一句説話，賣花贊花香係咪先？而家賣緊呢隻花就講翻佢嘅優點。係咪？如果你話想買咗間樓，就即係買咗享受。你話如果覺得馬鞍島咧，就你覺得有潛力，係咪？心中你覺得就有升值。咁但係覺得馬鞍島嗰個配套可能要3年到先明顯上到嚟咧，你又要現樓，又覺得平啲，就買呢度咯。11500歡迎你嘅，啱啊，冇錯啦嘛，係咪啊？佢11500。如果呢個樓盤咧，如果照去到叫招商增灣府咧，就要去到200萬。如果你話火炬開發區呢個樓盤咧就呢個單位就總共用幾多錢啊？總共多少錢啊？140左右咯，134咯。130、140咯，即係呢套樓啊嚇，130、140買得到嘅啦，包埋裝修補團購費。去馬鞍島啊嗰個招商中灣府就同一個户型嘅，咁就個價錢就係要去到就200萬左右，200萬唔得，240啊，240啊，嗰度就因咪兩。唔係201左右，即係實話實説啊！如果你話啲靚樓層，咁所以咧就見仁見智啦。同埋就個火炬開發區咧，就我啱啱琴晚做咗份表，就睇到個火炬開發區咧，去到嗰個成交量前5名嘅，佢肯定100%就有啲咩中山啲中產人士過嚟買樓啦，係咪？亦都有啲香港、澳門嘅朋友就中意呢度啦，係咪先？但係呢度咧就應該就香港客户就比澳門嘅多好多啦，係咪？澳門就買坦洲嘅嘛，係咪？即係大家知道嘅。咁所以嚟講就睇自己中意咯。反正嗱，馬鞍島過嚟新中通道第一站就火炬開發區，之後再到東區，冇錯啦嘛，係咪啊？冇錯啦嘛，最近就呢度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話慳啲錢。同埋又買得好，同埋又現樓，同埋就又覺得有你嘅投資屬性比較大咧，你就反正要食住啊個新中通道啦，你送我啦。嗱，通橋落6蚊已經公布咗啦。嗱，你唔信你加我微信，我發啊嗰份政府報告俾你。同埋新中通道咧就係嗰個中央嘅一個大灣區嘅規劃嚟嘅，就大家聽清楚就我就唔係講咩，即係唔係我唔係話即係咩。講到一面好話一面衰嘅咁，但係老實講句咧，就即係講啲負能量咁，你冇可能你就對啊個發展即係有咩幫助啊，同埋就對大家有咩幫助啊？同大家講翻啦，即係反正我人都好樂觀嘅，向好方面諗嘅。咁你話啲衰好嘅咁，佢老實講句啊，嗱，我都中意去澳門賭錢，係咪先？一個咩問題咧？你唔有時啲嘢唔決策，唔享受個過程，你個腦裏邊冇多巴胺釋放一下，係咪先？你個人生又冇唔痛快嘅喎？做咩你中意去澳門玩咧？去中意賭咧？有啲男人中意偷情咧，亦都有啲男人啊中意巴維拉咧，係咪先？咁你享受啊嗰個犯錯嘅過程啊嘛，係咪？或者叫做決策大決策一個爽快感啊嘛？做咩有啲人中意就係做？做拍板呢個拍板一個決策好爽啊嘛，係咪先？買樓亦都一樣，係咪先？同埋就講翻新中通道有咩利好咧？大家都知道近深圳有啲金粉黑黐得到翻嚟啊嘛！我哋中山人全部都知道嘅，我哋成個中山都知道新中大橋通咗之後，我哋去深圳更加方便，同埋就中山個發展肯定會上翻嚟，東莞差翻啲咧，唔使諗啦。你除非你啊嗰、那個。即係我講啊，代表我一家之詞啊嚇，唔代表全部啱啊。
如果你的那個叫做虎門大橋收費不降，你去深圳你絕對你不會走為那個虎門大橋的了，你走馬鞍島的了，是啊，百分之一百的了。我做咩走咁遠又要經過東莞再去啊嗰個深圳呢？我傻都知道啦，係咪先？你唔使諗啦，東莞會差翻落去。我講嘅有負責任，百分之一百差嘅。啲佛山人去深圳唔經過嗰度，中山人百分之一百唔走的了，百分之一百啊！你唔使諗一個佛山唔諗的了，去深圳一個佛山未諗啊，佛山人唔走，中山人唔走，係嘛？加上嗰、那個咩啊？南沙嗰啲人都唔走虎門，再仲有啊嗰個咩肇慶嗰啲唔走，係咪啊？粵西啊嗰啲湛江啊、陽江嗰啲唔走噶啦。如果你係揸車去深圳啊，走啊嗰個馬鞍島嘅深圳大橋，係咪啊？鬼唔知經過個東莞嗰度延綿不絕啊，七啊幾公里一條高速公路咩？個東莞嗰度啊，跨過個東莞去七十公里，撚撚條路啊，撚撚都知道啦，要俾高速費噶嘛，同埋開到幾多時間啊？開到一個鐘頭經過橫跨個東莞又要俾油費，係咪先？咁你東莞梗係發展好啦，後邊咁多個城市照住緊你，係咪啊？咁同埋就大家知唔知啊？將來你咪睇少個湛江喎，海南島做緊自貿區喎。跟你哋香港競爭緊嘅喎，經濟自貿區喎，金融自貿區喎，圍咗個已經圍咗島啦。而家香港啊嗰、那個咩啊嗰個海南島啊個户口證啊個户口簿好值錢喎，所以嚟講你咪睇曬湛江人冇錢，湛江佬好多機遇啊！大家湛江啲樓仲貴過中山，唔係講笑喎。海南島貴過中山，湛江啲樓都貴過中山喎，唔係講笑，近啊個海南島喎，即係就係咁樣咁奇葩嘅，反正同大家講翻。所以嚟講咧，你話個深圳有冇用啊？梗係有用啦，黐住個深圳，係咪？你話中山點會差？講實在，即係有啲即係都同大家講翻，有啲博主咧就亂咁講，又鳩一柒噴咁樣，係咪先？你叻得個政府咩？你有幾多錢啊？係咪先？你都做地產啊嘛，係咪先？我唔夠膽話自己盈利，但係政府話點就點。係咪政府夠膽搏啦？你買間樓，你投資就跟住個政府走啦。佢同埋又一樣嘢，咁樣大環境衰與好嘅，全世界咁樣嘅，冇得賴政府嘅，係咪大環境唔好，個許家印唔係啊，個疫情佢唔會死，實實在在講嘅，真係實實在在講，佢係太大膽啦。即係呢啲嘢唔係話佢好，話佢乜乜，我都俾佢印咗，係咪先？咁你話我認唔認呢個認啊？認我都要振作㗎，係咪先？講嘛，賭又咁樣啫嘛。係咪先？接受升勢又跌，個大問題同大家講翻，我做咗近即係呢份片嘅呢條片對上一條片就講翻嗰個十一月嘅數據。呢啲買呢啲人就一百萬以上嘅樓，就基本上都係香港啲香港有樓第二次過嚟買樓嘅人，呢啲叫中產，係咪冇錯啦嘛？喺香港基本上有樓嘅買呢度。第二樣同大家分析一樣嘢喎。如果你首次置業香港未買樓，在中山上買間樓，那些人比較容易被人收割了，去了哪裡？去了米公寓貪便宜嘛，幾廿萬係咪啊？又靚啊嘛，咁你出唔到手嘅啲公寓，轉手你係基本上你唔使諗啦，零，我講嘅，我負責任啊，即係我唔係話得失人哋啊，你出手係零，講翻事實本質啊，買公寓你出手，即係針對嚟講啊，你話出租。啲商辦就好難講啊，商辦公寓誒冇問題，即係你話馬鞍島啊嗰個公寓都冇問題，因為佢商業性質啊嘛，係咪先？商辦可以註冊公司啊，你買嚟租俾人哋住嗰種啊，你嗰種冇性質嘅嗰種啊，冇潛力冇性質，你送我啦，即係首次置業喺香港，你覺得買樓壓力大，你翻嚟中山買一間，你買幾廿萬嘅，俾人收割就絕對就收割喺啲公寓嗰度。你送我啊！呢啲我啲內行就一睇睇到啊，即係好似我打金佬，我知道邊啲真金假金，一眼就知道啦。我使乜攞設備設啊？係咪先？我講翻啲真實嘢，呢啲真實嘢嚟嘅。佢同埋同大家講翻呢度咧，你點同我講？你話投資邊度最好？第一肯定馬鞍島嘅，近啊嗰、那個近啊嗰個深圳。佢同埋就話，除咗馬鞍島之後，邊度好咧？都係深圳通道沿線嗰啲樓啊啲區域最好。第二馬鞍島火炬區劃區東區肯定最好的，去到後面啲咩石岐區四區都唔係享受個深圳通道嘅啲紅利嘅，就針對呢三個區體系啦，冇錯啦，咪先知係咪啊？深圳通道唔好講多嘢，啲深圳人都知道中山係洼地啊，過嚟買樓嘅啱嘛？我哋中山都知道中山啲樓係平啊，你比翻廣州有幾貴啊？係咪？即係所以嚟講就大家知道佛山啲樓貴。
佛山千灯湖的楼贵，佛山千灯湖的楼一日真系真真正正讲要30,000蚊，啲平啲两万五以上，反正都好贵。咁所以嚟讲，你话而家中山系点点点，我觉得洼地。你去到嚟经济唔好，或者你话唱衰啲楼市，或者对啲楼市冇兴趣，咁你咪唔好关注咯，系咪？发达唔到你。講個實實在在問題，你話咩踩坑啊？一直無限跌跌到死啊，永不翻身。嗰啲你可以跟冷，你可以跟冷。個但係問題，我有句説話博到你死嘅喎。而家中國通貨膨脹，印好多錢嘅，你唔知嘅。你要知道你啲錢係放喺邊度？你哋香港政府印錢啦，印好多錢啦，係咪先？全世界印錢咩啊？冇得辦法稀釋，咪流通個社會咯。中國你唔見啲物價上漲啊嘛，一上漲你睇唔到嘅，真真實實真真正正睇唔到嘅，全世界印錢，美國印錢啦，中國未來五年低息高通脹，你聽我講呢句説話真實嘅，低息高通脹，美國就減息，明唔明白？所以你要清晰一個問題喎，呢句説話好有信息量喎，低息高通脹。我點解知嗰啲嘢？我關注啲中國啲咩經濟博主啊嘛，有個韓秀雲你聽過未啊？係咪啊？中國財經大學啊嗰個教授，我就睇嗰啲每集我都睇噶嘛，佢解釋嗰啲嘢啊，佢一直做咗20年啊，20年嗰啲喺個學校做啊，佢反正講翻清楚個社會點講翻清楚啫嘛，冇帶騙我哋，我學習啫嘛，我學咗嗰啲嘢同大家分享下啫嘛，我做中介仔係咪先？所以嚟講，大家諗翻清楚個主旋律，同埋人民幣而家如果美國減息，中國的人民幣可能會升翻啲上去。大家諗翻清楚條數咯，係咪先？反正嚟講，你買唔買嘅係咪先？反正馬鞍島同呢度都好，東區都好，但相對嚟講，東區咧就啲樓就貴啲，火炬就平少少，係咪啊？馬鞍島就應該最貴，條數就咁樣啊。佢哋話關於值唔值嘅，你話得唔得嘅嗱，甚至有人話唱衰嘅，咁你睇翻佢啦。食飯客嗰啲嚟理佢做乜先得嘅？啱啱先？一個標題裏面內容得3分鐘，有咩學得到啊？老細，你明白？一個標題點嚟又可以3分鐘講嘢，係咪先？係咪先？放大咁樣管中窺豹，係咪啊？你加住個微信啊，中央電視台啊，都將啊嗰個馬鞍島啊同深圳大橋啊放咗上去中央電視台嗰度播嘅，冇話誇大嘅，呢啲政府工程嚟嘅，政府重大工程，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嘅一帶一路同埋金磚啊嗰條聯盟咧就最勁嘅，最有希望發展嘅。大家全世界知道。第二問題，中國得兩個區域值得重點投資同埋發展嘅，真真正正嘅一個就係遠東嘅俄羅斯，遠東即係中國同俄羅斯開發嘅遠東地區北邊啊，最值得投資發展。你過去啊，又有天然氣又有金礦，你過去發展啊。但係唔啱我哋南方人玩，南方全世界知道，浙江人都知道大灣區。大灣區投資一個最大嘅工程就是馬鞍島，唔係深圳大橋、黃金荔灣。第二樣嘢你知唔知？全個中國基建第二最勁嘅地方喺邊度啊？你知唔知啊？就係中山市，倒數華路，全個中國啊，第二基建投入最大嘅城市就係中山市，全個中國啊。倒数滑路啊！你睇睇佢啊，坦洲滑系咪滑路啊？我黄埔真滑啦，全部都搞路嘅，明唔明白咩意思啊？腾飞啦，各位，我都起身啦。讲咗咁多嘢，信息量巨大。如果趁啱你系香港人咧，要揸翻住呢个机遇，同埋就唔好啲思想固化。一个人思想固化就最可怕嘅，证明你就已经冇希望啦，系咪啊？咁同埋就你话几时入市嗰啲咧，即系我左右唔到你。真係左右唔到你，但問題嚟講咧，買嘢都係永遠都係減價先買，呢個説話有冇道理？啱嘛？咁你話對未來前景恐唔恐慌嘅？你睇睇有咩入邊啲講，入邊啲判攞證據出嚟減價？你整個標題亂咁寫嗰啲冇用啊嘛？啱嘛？我真係唔知喎，係咪啊？我出個節目話哦。係咪先年底啊降價十個樓盤嗰人有冇降價啊？冇降價，你自己誇大啊嘛？啱唔啱先？你自己有粒痔瘡，你自己擘大粒痔瘡，同你講到啊，有個火山口啊，噴火出嚟啊，跟住，即係你可以咁樣講。但問題嗰啲人係有誠信有問題咯，同埋係帶亂你節奏啦。你俾佢有錢，你聽嗰啲人講，啱唔啱先？你各位俾佢有錢啊，講埋實在啊，你唔一定聽佢講啊，係咪？冇錯啦嘛。OK， 一陣間其他回應嘅。
啊，大家 Peter， 嗱，而家到呢個125嗱巨型嗰個户型啊，嗱呢個買呢種户型咧，都係誒點講好咧，就中意買啊嗰個空間感咯，嗱嗱對流嘅。嗱，飯廳對流嘅，等一陣出邊先。嗱，而家就有得俾大家爬一下。啊，睇呢邊先。嗱，户型咧就大同小異，去到呢個面積咧就即係嗰啲設計咧就點樣係誒啲設計師應該都係誒即係跟翻住啊個社會啲潮流嘅設計噶啦，就中規中矩啦。個同埋就呢個設計師咧都係抄襲咗好多啲咩其他啲樓盤啊啲啊啲大户型嘅。呢個户型咧就同啊個咩國際花城啊嗰個差唔多，國際花城啊。就抄作嘅，大家唔知邊個抄邊個啦。嗱，但問題咧，就呢個主人房啊，嗰個洗手間係非常之大喎。哇，呢個洗手間幾大？嗱，我剪俾1.93米啊，我高，我手係長過身嘅嚇。嗱，我1.82米高，嗱，剪俾，嗱1.93米，哇，呢度1.95米，最少1.95米。嗱，有冇見過咁闊嘅一個洗手間啊？係嘛？嗱，呢啲咧。即係如果喺我嘅角度咧，你睇自己需要咯。如果唔整嗰個，咪整個浴缸咯，係嘛？即係自己中意啊！即係睇自己中意啊！你話如果咁樣都得，你整個浴缸都得，或者有種浴缸就係自己買嗰啲咩木桶咁樣嗰啲自己浸咯嗱。樓頂幾高嘅？呢、这個樓頂就有唔止2.8米，呢、这個樓頂就3米。呢、这個樓盤嗱，呢啲咧，呢啲裝修咧就嗰個洋板房裝修就即係難聽講句啊，就得麻麻地，即係中規中矩啊，就唔係差唔係好。個闊呢呢個廳嘅闊度咧有幾多啊？哇！呢個幾多啊？有冇細米啊？有細米比較闊嗱，出去問睇下先。都係嗰句啦，嗱，七米嘅，唔係幾多米啊？估計啊，七米嘅陽台，嗱，健康花城就咁樣。個反正咧，即係講實在咧，就啲樓盤啊，嗰個素質啊，同埋嗰個單價咧，就都係一分錢一分貨，係咪先？個同埋就你話啊，完全好抵啊，完全好平，咁就唔夠膽講。個反正就係入門級別咯。即係入門嘅叫做呢個都係中產區域，香港啊，香港朋友過呢度買樓啲呢個樓盤咧，叫屬於中產嘅樓盤。個中產嘅樓盤當中咧就同大家講翻咧就，如果呢個片區都係香港啲二次買樓，香港買咗樓嘅過嚟買嘅咧，咁呢個樓盤咧就係投資就穩穩妥妥，同埋嗰個總價就唔係太高，個同埋就叫做如果你話靚嘅，咁很多好多比呢個樓盤貴，咁但係問題個價錢又唔同啊嘛，去到個咩越秀嗰啲就14,500啦，係咪先？招商嗰啲又更加貴啦，係咪啊？咁就即係反正就唔同價錢，人哋個發展商嗰個價錢定位同埋嗰個素質都係唔同嘅。個反正就大家都即係你又了解我，我了解你，好似大家。即係唔同發展商之間的關係就好似就係、是你同啊你個你啊你上一任嚟咗即係分咗手係咪先？佢又知道你底細，你又知道個底細係咪啊？佢個屁股有粒馬，你又知係咪先？你又知道佢啲長短係咪先？大家都各自了解大家，個同埋就你都唔中意佢，佢又想打你兩拳咁樣，即係啲發展商與發展商的關係咁樣。但個問題咧，大家就各走各嘅，相安無事係咪啊？個但問題咧，你都知道。
即係大家散咗之後，你應該啊揾個一個乜嘢嘅客户，乜嘢嘅，唉，唔係講母親咧，你揾一個即係將來揾一個點樣嘅老公係咪？佢就知道將來揾一個點樣嘅女朋友係咪先？就咁樣嘅關係，啱啱冇錯啦嘛。發展商之間就係咁樣比喻。咁所以嚟講咧，就呢個樓盤咧，即係我自己就即係實地考察或者叫做評測咧，咁就其實咧叫做即係如果買嚟投資啊，叫做比較穩健啲咯。呢個樓盤單價平啊嘛，單價平銀道理啦，11500包埋裝修係咪啊？單價平銀道理咯，個同埋就買呢度呢啲生活配套都比較好嘅。一個同埋大盤咧就唔會中伏嘅，呢個樓盤非常之大，同埋現樓非常之大。個同埋就再重複講多次後，即係重複講都好啦，就係、是、你交通點翻香港咧，就有巴士咧，就呢度火炬開發區有巴士就直接去到你哋羅湖。香港深圳羅湖，深圳羅湖再翻香港，係咪啊？冇直達嘅，冇直達巴士翻香港嘅。佢如果仲有一樣嘢咧，就如果係搭船咧，就喺呢度叫中山港碼頭，即係呢度電動車過5分鐘就得啦，揸電動車打的啦。其實喺碼頭直接去到嗰個你哋嘅香港嘅尖沙咀，去深圳得，去澳門又得，反正搭船就得噶啦。咁同埋就如果除咗呢啲嘢咧，就未來的交通點樣咧？即係仲有現成一個交通咧，就新港珠澳大橋就揸的士直接去到呢個樓盤都得。而家得多咗人咁樣揸車過嚟，係嘛？同埋就將來咧就嗰、那個6月份啊，就嗰個通咗橋之後咧，就喺香港市區啲人咧就可能就比較多人就喺深圳直接揸車翻嚟呢度火炬開發區啦。佢同埋就火炬開發區有邊啲特點吸引你嘅咧，就一呢度中山市市區咧，呢度真係市區嚟嘅，咁就醫療配套啦、教學配套啦，係咪啊？教育配套同你有咩關係咧？因為你將來賣出去啊嘛，啲接你手嗰啲人都係本地啲買二手樓嗰啲人啊嘛，係咪先？咁除咗嗰度咧，就呢度就市中心飲食文化比較豐富，同埋就這個市中心咧就啲商業配套都齊曬，有個太陽城廣場。我今晚發埋片上去俾大家睇，咁同埋就呢度咧就，如果你話買投資咧，就中山嚟講啊，火炬開發區、東區同埋馬鞍島都值得投資嘅，咁同埋城市面貌就比較好啲嘅，就係呢度啦，即係實話實説，唔係踩坦洲啊，坦洲暫時啊條，即係因為就大家即係唔中意坦洲，就有少少亂。即係唔係話啲治安唔好啊？即係人多又踩電動車啊咁樣，加上有啲人推有啲埋番薯啊咁樣，有個人孭住個袋跟住攔草神咁樣，孭住個袋咁樣喺度整住前邊一個炭爐咁樣都有嘅，烤山烤烤芝黐咁樣晚上喺一條路，你唔係咁樣跑我咪巨人正咯番薯，你咩咁樣跑阿大傻啦啲電筒啊拍攝咁樣啊，喂！黑社會啊，咁樣你拍攝你一動腦筋啊，依一件攝影師咁樣拍攝，拍我幾次巨人症咁，恐怖到死，拉近鏡你唔係咁拍啊，老細啊，咦，見佢都火咁飽嘅，真係一個冷鬼。即係講翻坦洲咧，就有啲走鬼檔係咪啊？同埋就燒雞翼，同埋就燒生蠔，拎住個托盤走嚟走去移動嘅。咁同埋就坦洲咧嗰個位置咧就適合咧就比較適合就係你話翻香港近嘅。係咪20分鐘渡口岸嘅？同埋就嗰度咧，就去到嗰個上落班時間咧，就入坦洲就肯定塞車。點解咧？因為坦洲個屬性都有個瑞城啊，瑞城啊，因為啲瑞城咧好多澳門人揸車喺坦洲買咗樓，翻工就翻澳門，好多真係好多。珠海人特別多，去到5點鐘到晚上8點，坦洲交通癱瘓。唔係咁誇張，真係癱瘓。5點到8點癱瘓，塞車啊嘛，又整路。本嚟三條路嘅，縮成兩條，咁少多條啦。開緊就三條路，突然間入到坦洲就揀咗一條嘅，嗰度啲車咪逼咯，又變咗又塞車啦。即係坦洲有啲咁嘅情況，嗰啲城市面貌咧，可能估計2年先搞得掂，係咪啊？估計啊，佢同埋就呢度咧就嗱，出嚟睇睇啦，都新鮮空氣嗱。就唔存在啲咩亂租啊咁樣啊，同埋就成個城市都新，成個城市新區嚟嘅，同埋最值得投資嗰啲片區咧，問最值得投資，你話升值潛力大啲，你攞支槍對住緊我個頭，我同你講都係買唔到100%買唔到，但係有啲朋友咧就係、是。
佢話：哦，我即刻買嚟，即刻住啊，咁樣同埋就我覺得馬鞍島就有啲嘢就係唔知道，有少少擔心咯。咁將來係咪真係發展更好啊？咁樣即係我又唔係太信你啊 ，Peter。咁樣我係牙醫都好啊，同你講磨牙唔痛嘅，係咪？畢竟都係畢竟都係一件大事，係咪？磨隻牙咁，嗱，我晏晝去磨牙啦，我有隻智齒好發炎嘅，好痛啊！咁就即係磨牙一件大事，你信唔信我話唔痛？咁我反正我係醫生咁樣，我同你講，你可以唔信我。個大問題真係事實真係唔痛，好似馬鞍島咁樣吞咗。咁我同你講話將來會更好嘅，咁你可以唔信。咁但係呢度咧嗱現成㗎啦，呢個樓盤11500，除咗火炬開發區，唔係除咗馬鞍島嗱呢個火炬嘅同埋東區嘅都好值得投資嘅。即係你話針對中山嚟講，你其他你唔好諗住啦。坦洲咧就適合啊，啲咩咧就中意近近底噶，又唔開車啊，同埋就中意翻口岸近啊，或者就都要中意享受埋珠海嘅個三寶園店啲便利咧，你就肯定買坦洲噶啦，你送我啦，冇錯啦。咁同埋坦洲咧又多啲零售符火炬，啲零售符嘅盤又比較少，低手符都少，啱啊，人哋賣得出，使乜做零售符低手符咧？啱啊，即係同大家理解一啲真正啲科學啲問題咯，係咪啊？嗱，啊啲樣板房拍曬噶啦，一陣間去簡簡單單行行啲元能啊！嗱，其實唔使行得幾多啊，你睇到就咁樣。佢呢度咧就第四契，嗱同埋阿攝影師睇睇啲樓啊，啲户外設計，嗱現樓嚟嘅，就唔使擔心中伏嘅。嗱現樓嚟噶啦，而家賣緊現樓，就咁樣就住宅現樓，冇團購費，就咁樣。嗱呢棟就四契嘅，做商業嘅。可能租俾人做公司定唔知乜乜乜做商業嘅 ，OK， 咁就一陣間下面再傾，OK， 咁就嗱，而家到咗個花園，嗱反正就呢個花園就用呢種叫做咩啊？呢種叫咩名啊？死啦，我唔知點形容。嗱，呢個第四期總共1000多户，咁呢個就叫大盤，咩原因咧？其中嘅一期呢1000多户，咁你諗住緊啦。賣一二三契賣曬噶啦，呢個第四契已經如果加埋咧就接近有5000户噶，仲有一個第五契啊，塊地未開發賣曬先。嗱呢個盤咧就暫時咧就貨量充足嘅，係咪啊？嗰日過嚟睇咩户型，啱啱曬個户型一有曬，但係大家參觀下啲原能簡簡單單啦。嗱，反正就平，市區買樓大盤，火炬開發區最大嘅盤。即係講最大，好似好串咁樣，可能最大啦，反正咁就最可能最大嘅盤，咁同埋就嗰、那個交通便利性有，同埋就成熟小區，咁就個發展商咧就唔係話咩大品牌發展商係咪啊？咁同大家 sell 咧就講翻清清楚楚，就其他就冇嘢，其他冇嘢。嗱，有嘴啊，嗱睇啲嘴啊幾好啊，係嘛？嗱呢啲就咩？呢啲就生態環境啦，係咪啊？啲嘴願意入嚟住啊！係咪啊？大家睇到嘴嗰證明你近日好運啦，係咪啊？啊咩嘴啊？喜嘴嚟嘅喎，影影佢先。哇，一對喜嘴，喂幾好？嗱，攞個二頭啦，各位粉絲。嗱喜嘴嚟嘅，嗱幾好。嗱攞個嗱跟 Peter 睇樓運氣都好啊，睇到一對喜嘴我都開心，係咪先？嗱，哇幾好，有隻白鴿幾好。嗱，一白鴿飛埋上去，係咪啊？嗱，幾好，一對喜嘴，雙宿雙妻，再加埋一隻白鴿，係咪先？好，過幾日我同客户過嚟睇樓食乳鴿啊 ，OK， 係咪嘅？係咪幾好玩啊？嗱，攞個二頭啦，嗱，一對喜嘴，有一隻白鴿，嗱，證明一個咩魚咧？遲啲你過嚟呢度睇樓咧，就你哋個家庭會幸福嘅，係咪？亦都運氣好嘅，個同埋咧睇完樓之後，啲 Peter 帶你食乳鴿。嗱，啱啱兩隻喜嘴，加埋一隻乳鴿，一隻白鴿，我就諗到呢啲咁嘅寓意啦。冇講錯啦嘛，冇講錯啦，粉絲係咪啊？攝影師，跟我過嚟啦喎，我請你吃魚糕喎，跟客户喎 ，OK， 石旗乳鴿 ，OK， 咁就一陣間去出邊再拍俾大家睇睇啦，拍埋啲停車位啦 ，OK， OK，Peter， 嗱，而家喺嗰個健康花城啊嗰個銷售中心出邊行嗱。銷售中心嗱，喺出嚟行下嗰個
嗰、那個火炬開發區啊，個周邊大家兜個圈睇睇啊，嗱咩特骨啊嗰啲有啊，嗱嗱片區啲城市面貌就咁嘅，全部新，但係成熟咗，即係你話係有咳，唔好意思，嗱對面有咩牙醫嗱診所都有啊，牙醫診所。唉，等緊牙醫診所，我今晚要剝牙，有少少可能拍完呢集之後，後面講說話有啲口齒唔清晰啊，咁樣嗱，同埋對面有啲咩大排檔啊，嗰啲宵夜啊，啲飯店係有嘅。嗱，同大家圍繞咗圍繞呢就兜個圈先啊！唉，先生過嚟，兄弟，嗱兜個圈先。嗱，而家第四期，嗱求其兜個圈先，呢度成熟咗嘅啦，同埋呢度火炬開發區咧。就我以一個人嚟形容，即係冇其他意思啊，冇其他意思啊，冇介意啊。一個人嚟形容，馬島咧就 B B 仔，呢度咧叫好嘈。馬島就 B B 仔，呢啲咧叫做十八廿二嘅靚女，係咪啊？即係叫做。即係你睇到佢又已經心花怒放，又已經成熟咗，係咪啊？亭亭玉立咁樣。咁你話去到啲其他東區嘅嗰啲咧，東區嗰啲咧就青壯年，係咪啊？你話買啲咩神芒啊咁樣，神芒啊或者叫做生香嗰啲咧，即係實實在在講句啦，即係冇其他意思得罪啦，就叫做去到人生嘅老年嘅，因為嗰度已經成熟咗嘅啦，冇講錯啦嘛，係咪？但係呢度咧，你買嚟居住咧。無論投資啊，同埋嗰個升值潛力，我覺得 OK 嘅喎，係咪啊？你嗱呢個真心話，亦都係我自己創、我自己研究嘅真理。你話講投資呢、這個火炬開發區、東區同埋嗰個馬鞍島就首選嘅。你話投資啊，其他唔講，真，因為就呢度我哋成個中山啊，啊個發展啊，啊嗰個石岐區啊，太舊啦。那個市政府太舊了，就全部搬出嚟嘅，全部搬出嚟呢邊嘅，所以嚟講就嗱呢度呢個呢啲正門口呢、這個正門口，嗱有樓梯卡噶嘛，唔會話咩水浸噶嘛，嗱睇下對面其他盤啊，呢啲其他盤嚟嘅，我周邊跨俾大家睇啲環境。嗱、啊，呢、這個咩啊？呢個太陽城廣場啦，嗱、啊，地鐵口就係嗰度啦，地鐵口啊，嗱、啊，太陽城廣場。嗱、啊，阿 Peter 同大家講講啲房地產啲真知灼見啊！只要有流通就有升值，冇流通就冇升值。對面有幾間地產咧？就一間情願地產，呢間就啟航地產，呢度就華鎮地產。證明嗱，呢個真理嚟㗎。我做咗十八年地產，今年到廿四年，我做咗十九年地產㗎啦。我零五年出廣州做嘢，我今年係43歲，二四年係43歲，係咪先？即係同大家講翻清楚，我真係好早做地產嘅，啲唔係話好似啲博主咁樣23歲話同你講做咗15年嗰啲，啱啊！呢啲真實嘅，嗱我甩頭髮啦，真正做地產做咗19年嘅，即係計埋今個年頭虛少咗19年啦。你想買咗層樓，你有冇升值？你就要一定要了解清楚，你到時賣唔賣得出，邊啲人接你手，同埋就你首先一個參考指數，你睇翻清楚呢度有冇地產中介公司。如果暫時冇，你就預判個將來有冇地產公司，就馬鞍島100%有嘅，將來啊，但暫時未有啊，人哋未收樓，有啲人我覺得好搞笑啊，傻傻地嘅，有啲人冇腦嘅，拍個片又話嗰度零成交，又話拍條片，又話嗰度冇人住，啊未交啦，啲人有住啊，晚黑瞓覺啦，我唔知你幾點鐘拍，你做咩你唔日頭拍咧，係咪先？即係嗰啲。唉，嗰啲嘢唔成熟嘅，仲話中山人先，我真係，唉，服你。
你啊，你對外做媒體啊，你本地人咧，唔好話自己個鄉下唔得啦。我哋成個中山發展就靠個新中大橋嘅，明唔明白？即係你咁樣唔得嘅，咁樣拍片，你自己家鄉你唔熱愛啦，啱唔啱啊？上升到國際咁，你係咪愛唔愛國呢？咁我唔知啊，咁樣。即係個事實就講啊，成個中山有啲經濟帶動靠啊嗰個深圳泵啲水過嚟噶，我一定即係我自己本地人都肯定話中山發展啊，梗係好噶啦，係咪先？同埋就唔好放大啲問題啊嘛，啱唔啱先？嗱，講翻呢個火炬啊，嗱，歡迎挑缺點啊，同大家講翻啦，嗱，有冇缺點啊？火炬白區，嗱呢度就係地鐵口，同埋就前邊啊，呢個就太陽城廣場，呢個商場嚟噶，嗱，太陽城廣場。嗱，地鐵口我哋行過一行過一行過，俾大家睇睇。即係點講好咧？即係做人咧，你個人實唔實在咧，就大家 feel 到嘅。同我成交啲朋友睇我啲片啲朋友都比較欣賞我比較實在。咁就實實在在講講説話好啲，即係冇必要誇大。同埋火。嗱，而家我拍火炬去白區，我拍火炬去白區，我冇話佢一邊好，一邊全部一邊都好，或者話佢一邊都唔得，我就從直接我同你行路行過嚟睇。嗱，呢個太陽城廣場，我今晚放埋條片上去俾大家睇。我哋今晚唔好走，今晚別做，晚上再出嚟吃東西，係嘛？把呢個片翻返出，嗱，俾大家睇睇呢個廣場點。晏晝我哋去特骨唔放上去。反正我就突到眼，我成日喺度突到猛啊喺度喺嗰度拍片俾大家睇。嗱呢度啲咩嚟嘅？你估估呢個咩嚟嘅先？商業嚇。嗱呢啲就商業啦，呢啲商業。嗱，地鐵口在哪裡啊？啊，你指指。嗱、啊，就咁樣咯，俾大家睇實地睇埋嗰啲嘢，係咪啊？嗱，呢啲有啲呢啲寫字樓，租俾人開公司噶。神媽呢，即係實話實説，我都拍好多神媽買好多嗰度退休養老嘅，即係買嚟真係實用嘅。你投資短時間就唔係好啱嘅。嗱、啊，又有乳鴿，哇，又有白鴿，又有隻白鴿。即係下次睇樓請你食乳鴿啊！各位，嗱，我講得出咗一道嘅，唔知邊個約我嘅。不過最好就即係如果你控制得到時間，就最好星期一到五咯。星期六日真係人多。我老實講句，我有冇發現我而家面青口唇白嘅？又唔係有咩疾病啊？真係操勞有啲攰，有少少攰。即係我呢啲中年男人誒，係嘛？知道阿志立咗少咗一半嘅出達力，而家好旺盛啊！一做就做嘅啦，反正。嗱，呢個太陽城廣場，我哋一陣間去嗰度食飯，補翻啲片俾大家睇咯，係咪啊？就呢度太陽城廣場食，靚啲18元啦，攝影師，可以吧，兄弟？嚇、啊，都嚟不錯啦吧？啊，啲粉絲嗱，同大家講清楚，我鬧攝影師咧，就唔好怪我，我同佢講翻清楚，我啲風格就係嚴格少少嘅，係咪啊？我好尊重你個人，但係工作嗰度咧就好嚴厲嘅，何國龍好嚴厲嘅，因為就我知道咧。我做嘢咧有匠心精神，係咪啊？同埋我有啲品德嘅。我老豆都同我講咧，就唔好搞咩損人，即係損人啊、得罪人嗰啲嘢，就做到盡量少少搞啦。反正就我而家40歲都寧願放喺心裏邊嘅，同埋就做出嚟揾食有少少品德嘅，就咁樣咯。所以嚟講，但係我鬧下攝影師，但係我個私人咧，我就好尊重佢嘅。就大家瞭解清楚就鬧鬧佢，就啱啱拍片我好嬲嘅，話佢好多次咁，佢自己啲反應咪 get 得到喎。係咪啊？我而家同大家拍片，有一個粉絲同我講睇樓啊，佢同我睇樓，同我講佢阿 Peter 當面同我傾偈，佢同我睇樓，佢同我講佢阿 Peter 點解你個人咁搞笑嘅？你自己自言自語可以講個半鐘嘅咁樣，佢其實真係得噶嘛？我自言自語講個半鐘講得到噶嘛？有幾個得啊？做得到啊？我冇稿嘅喎，我本地人我使乜稿咧？我熟到爛，呢度熟到爛，我本地人地嘅問題，我做咗咁耐地產，我出嗰個節目啦，我搞下嗰個公寓住宅，加埋嗰個咩啊？加埋嗰個公寓住宅咁二手樓，我出個節目寫咗嗰個咩注意事項、中伏嗰啲嘢啦、利弊啦，有邊個人做過啊？全世界有冇得我做啫嘛？
係咪啊？一百嘅問我攞咗雲資料啦，香港係咪先？即係唔係全部成交啊？咁你話要我俾你咯，係咪啊？即係買一二手樓包埋公寓，即係離地處。嗱，呢啲寫字樓嚟嘅，呢度太陽廣場嘅，就咁樣飛機又拍埋佢。嗱，呢度就第四期，係咪先？一陣間我哋就喺嗰度食飯啦，反正飛機廠部坑坑先做啦。嗱，就拍就咁樣。嗱，喺個後門第四期行個太陽廣場就嗰度啦。近鏡睇曬啦個親，紅色嗰個勾機睇得未有？嗱，紅色嗰個勾機就係地鐵口。廣州到中山的地鐵口，這個站就是火炬站，你明白？火炬東站，火炬東站，是不是東站？就是火炬站，就是火炬站，它的名字是火炬東站嘛，老闆啊，就火炬站，就所以來說你說有什麼搞呢？有得搞，這裡不是地鐵口，我來到這裡看樓不是地鐵口，你可以拿個磚拍我，拍我，拍完這邊拍這邊，拍完攝影師，阿靚女走得，走得，走得，沒事沒事，麻煩。絕對地鐵口，係咪明白？我到時揸部車你唔送啊 ，Peter， 我都有10%覺得你哋契弟水我嘅，我揸部車同你去睇，唔得我可以同你入埋個地鐵裏邊睇，咪挖緊地鐵，即係俾入去嘅前提啊，明唔明白意思？呢個地鐵站嚟嘅，挖緊嘅，中山同廣州嘅地鐵18號線真實嘅，我喺祈福新村住，我住緊都係3號線。我搭3個站就去到珠江新城。如果我將來唔係講將來，阿何國龍，我而家說服緊佢買緊，一係買馬鞍島，一係買火炬海發區。點解呢？我哋祈福新村過嚟近啊嘛，啱啊！即係雖然我咧就離咗婚3年嘅，講實咗，真係離咗婚。我俾恆大恆咗之後，我個太太咧就即係前唔好講太太前妻啦，唉，講翻啲家庭不幸啦。咁就即係恨大恨咗之後，呢個賠咗好多錢俾下線。咁但係問題咧就我都對佢唔差，係咪先？反正有兩個小朋友，兩個仔，係咪啊？兩層樓俾咗佢，每個仔一層，我自己空手淨腳揾錢。但問題我將來如果我細佬買咗呢度咧，我翻去近啊，何國倫有樓先喺廣州祈福新村都有樓，喺嗰個環保都買咗一層樓喺前個月，所以就咁樣跟嘅情況咯，跟住我說服佢聽買呢度買馬鞍島咯，買呢度咧就呢度通咗地鐵，我直接翻番禺近啊嘛，係咪啊？睇仔啊嘛，我離咗婚3年啦，陰公，而家冇嘢啊，到中年湊即係，唉，老豆2、3年走咗啊嘛，湊翻個老母咪算數咯，咩未見過啊，啱唔啱啊？咁中年人乜嘢未見過，乜嘢山珍海味食過啦，未出過國啫，係咪先？啲人生體驗感已經好低啦，而家去到中年人，乜嘢冇新鮮感？犯錯先有新鮮感，做錯事先有新鮮感，唔係生活都冇乜味道。就老老實實日日做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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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咪先？嚇好重，即係有時等啲客户睇樓咧，食下啲新鮮嘢，食下啲。嗰啲咩烤魚啊，咩羊肉煲啊嗰啲啊，食啲古靈精怪嘢，啲客户覺得好好食，即係好好味，我啊食到厭曬啦，係咪先？但問題咧，我身為一名出色嘅演員咧，我同你食啊啲近日食過嗰啲嘢，我覺得哇好食，好食好食，即係我要尊重大家啊嘛，啱唔啱啊？做喺做全套啦，啱唔啱啊？即係呢啲5星級服務，我有演技先有噶嘛，即係我唔會同你講話近日又食烤魚啊咁樣。食咗沙大聲啦，又牙痛上火，陰公，唉，反正都唔知點講好啊！反正新年偷有幾日休休息算數啦，係咪啊？同埋就而家中年同啲僆仔競爭啊，啱啊！有啲20歲又拍片啊，咁樣仲未叫個僆仔咩？係咪先？佢啊，雖然佢話做咗15年地產，係咪先？即係競爭好大啊！知唔知啊？即係我啲上有老有老有嫩嘅中年男人就咁樣咯。反正我就入邊走先，唔知伯伯撞我嗰啲啊。反正咁樣嗱，呢度咧就第四期嘅路邊就框框，但問題我俾大家知道喺呢度買樓，你行商場行嗰、那個嗱，事不宜遲，一陣間我哋嗱嗱聲去嗰度拍個商場俾大家睇，睇翻我當晚我有條片，唔係我今晚放或者聽日放有條片嘅，就拍個太陽城廣場嘅，好唔好？就反正我唔知道今晚放定聽日放，
訓練俾大家了解一下太陽城廣場係點樣。我哋去嗰度食嘢，順便拍俾大家睇睇。我嘅 Isaac， 我嘅 Peter， 嗱同埋攝影師啱啱停低咗車啦，就去到呢度，咁就嗱去到呢度。嗱，呢個太陽城廣場。把饭干了再说啊！我操，这是修脚腿的呀！整整啦，嗱。那个花城啊嘛，听唔听到啊？嗱，喺嗰个红门走入去咯。太阳城广场，嗱呢度红门，唔系呢个花城。我哋停停先，入到去先，吓。OK， 入咗嚟。我哋先行到正门先啦。呢度有一二馬商場，我哋上去食嘢先，嗱，我睇翻我后边有个片咁猛一拍嘅，今晚拍嘅，你到时再睇翻后边嘅片 ，OK？ 大家 Peter， 再去到太阳城广场五楼，共同嘅摄影师求求其其食一餐，晏昼，谂住晏昼再掹去附近啲牙科去掹下只智齿啊，牙痛啊。所以報復性食一餐辣嘅螺蛳粉，食完去掹下，掹下抹夜少少，睇睇拍唔拍嗰個太陽城廣場有拍埋上去咧。咁呢個節目到呢度啦，下次再傾啦，拜拜。